传递三号发扬校园国际佛公会中华总会的三重区督导委员会来到的是新北市的修德国校，要带领小朋友们认识三好四给。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带领孩子学习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国际佛公会三重区督导委员会日前把三好带进校园，例行教育部生命教育十堂课讲师林涵荣主讲，传递孩子良善美德。感谢我们佛光会为我们修德国小来带来这一次精彩的讲座，让孩子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我怎么去说好话，如何去做好事，最后如何去存好心。透过影片发掘人间善美，向一年级学生传递三好四给慈悲精神，鼓励孩子发挥所学在生活中实践，让善的种子在心中萌芽增长，成为好苗子，成长养分。另外是张天发，新北市采访报道。